林奕华担任台北市副市长，2月1号就职，是蒋万安市长向250万台北市民的承诺。现在如果不能2月1号如期就职的话，我想蒋万安市长会失信市民。如果林奕华副市长要在明天2月1号就职，他今天势必要向立法院提出请辞，明天呢就正式的上任。如果说他还要延到3月1号，我觉得非常的不妥。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蒋万安上任之后，他的承诺立刻叫票，让蒋万安市长的对市民的承诺，让蒋万安市长对市民开出的第一张支票立刻叫票，立刻违反蒋万安市长对全体市民的承诺。而且市政经纬万端，原来有3个副市长都不够用，现在虽然人口少了一点，少了几万人而已，他的势力还是要很复杂，应该要有至少3个副市长才能够把所有市政辅佐市长重理得非常完善。现在只有李四川一个副市长独撑大中山区龙沟里里长陈世民，非常的辛苦，也让市民非常的不舍。所以我觉得市政府副市长应该尽速到位，而且要尽速的把人口提高到250万，争取第3个副市长，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好好的治理我们的台北市。因此我认为林奕华副市长不宜再推迟就职的时间。那如果说他要到立法院去帮助国民党选招委，我们今天早知道如此，林奕华就在11月24号请辞。早知道如此，林奕华就在12月24号请辞。12月25号就职，让大安区去补选。这样，国民党在大安区是优势，也势必会当选。这一席的立法委员就保住了，这一席的立委就可以替林奕华到立法院选正副招委。所以我觉得立法院的正副招委少一席是小，国民党的副市长少一席是大。我认为立法院党团做成这样的决议，耽误了台北市民的施政，耽误了蒋万安的施政，让蒋万安很难跳票。我个人认为是不适当的。2024立委的初选，国民党在党内公职人员选举的提名办法早就有规定，就是30%由党员投票，70%由全民调，这个是行之有年的制度。但是如果登记参选的候选人可以协商愿意用全民调，那么该区的立委初选就可以用全民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不是个人的意见。如果国民党里面50几个选区每一个要参加初选的人都有个人意见，国民党恐怕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制度。所以我觉得个人的意见自己说出来我们尊重，但是不是只有台北市在办初选，其他县市也在办初选，也不是只有某一个人要参选的选区要办初选，每个选区都要办初选。所以我站在国民党党团书记长的立场，还是觉得秉公处理，全国统一标准，按照国民党10几年前定的母法，就是民调占70%，党员投票占30%，该区的登记参选人可以自行协商要采取全民调还是7:3，该区正式登记的候选人决定，而不是不顾制度不断的放话喊话。委员这边有。
有规划说，就是本来就规划说二月初就要来上任这个台北市副市长，但是党团那边就是有意见说，可能希望延后要选召委，那就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然后被人家骂说是好处占尽，就这个部分也要说明一下。我先说明一下，的确党团本来是有希望说要能够再选召委的部分啊，但是因为呢，就之前市长都有回应说，我们都按照既定的计划在进行哦，所以这部分当然都会跟党团来沟通，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会按照原来的时程去台北市政府报到。对，原来的时程是定几月几号要到市政府？没有，我们就是二月初就会过去了，对，所以二月初就会到，就会报到了。所以就是目前就是以市政为主。那当然，对，这就是按照，所以我们其实说法都没有改变了啊。是当然，这党团就像之前希望有这个法案的部分能够告一段落嘛。那现在当然本来有召委的选举，但当然了，因为终究本来大家谈定的时间就是二月份，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在就是早在就之前就协调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按照既定的时间会到市政府去做报道。委员之后在这个市政府会督导什么样的职处需要存在？最后督导部分应该还是要进去再确认，但目前因为只有两位副市长，所以大概都是就一个是硬体为主，一个是软体为主，就比较是这样的一个分工，就工程的部分跟社会人文的部分，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分工。对，那就是说在慈立委有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日期？慈立委跟没有，这部分就是会配合到市政府报到的时间，那来做相关的安排。啊，就是所以对对对，所以这部分的话会配合就到市府报到的时间。对，那最后因为就是党团还是有一些本来就像之前是法案烟害防治法的部分嘛，那但是后来本来是有一个所谓的选召委部分了，那但因为真的就是开议的时间还比较不确定，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时程来进行。对，如果提前开议的话，会那这个部分因为都还没有进入协商，所以时间还不确定，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些相关的沟通，因为终究像这次因为台湾灯会是在台北嘛，所以也有很多的市政工作必须要能够赶快的去一起投入，所以呢就按照我们原来的既定行程，就是之前的既定行程就是跟多方都已经谈定的，就是二月初的时候就会按照这个既定行程来进行。那明天会报道？没有，我们就配合市政府的时间，就会二月初。对，跟报道立法立委报道二月一号。没有，我们是二月初，所以还要看市政府的时间才来做相关的确定，但是就是应该就是这几天。对，大哥，好，谢谢，不好意思，谢谢，是，有啊，就是。